动手。动手啦！动手了没？下面港督兄弟，庄局长的来。你下午点你有点往后啊，一点半而已，就下午以后。哦，小波干仔，一年半可以写这么好的字。我今天给我下礼，可以分六元了。刚换下来。我书包有往后啊。挂你呀！挂你啊！非常厉害。我这是无往后呀。我来挂。扎心。潘老师，这班在他写书法真的在哪一边呢？工程啊，历史，这隶书，他也写的蛮好的了。所以班在那个他的隶书算是比他的强项。他强项。景鹏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一般他都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他们知道，大家看。知道这个书啊怎么写，怎么布局，来书啊变化很多了，可以不一定写有大的有小的，有小字大字都可以混在一起。对，像这里有一张哦，我搬进去。这个是班长写的，班长写的很好哦，这位是班长，写的很好哦，哇，这真的好，这个对，搬进去，班长这样写多久时间？这一幅，他找不到哪。找空间了，还有真善美啦，哇，都有啊，哦，所以每个都写几分钟就写好，那一个下午都写的不掉妆了，哦，所以班长经常在练字哦，每天都在写，一天多短写东西啊，想到就写。